嘿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双恩。今天我们玩的是台服最新的英雄颯枷。如果大家最近看到有点多呢，非常的抱歉了，毕竟我们在直播已经玩了几百场。那没错，他又再次改强。首先呢，跑速提升10，再来呢是他飞天咒的伤害提升。这伤害呢是已经有比台服高了。 飞天咒呢会获得范围敌人的视野，也就算了隐形英雄也跑不掉了，也不能够得草。接着呢，小羽毛会造成范围爆发，像爆裂法杖一样，这样子呢也能够提升他的团队输出。有些观众呢在天赋玩过这个英雄哦，他们也觉得呢改强了不少，改强有感。这一场呢我们用的素材是在台服使用的，也就说呢还没有经过一次的改强，还是初始最弱的版本。 那这边我判断呢，杀死这个小兵就会上4等，4等有大招之后呢，马上开花，抬走敌方的小青或者手刹。同时呢，奎伦也在收我们的队友。在这个段位呢，我们最怕遇到4只打野，分别是奎伦、赵云、影咒跟刀锋宝贝。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滚雪球。只要我队友一直送呢，他一直滚雪球的话，到最后呢就会飞得无法无天了。毕竟呢，操作也算简单。 基本上呢，只要一键自动追击，相对来说呢，我们是比较吃亏的。我们英雄比较弱势，而且呢，操作也比较麻烦。我们也只能够尽量跟敌方比赛，发育的节奏不要输啊。当然呢，也不能太过着急啊，要稳扎稳打一点。那整体状况就是呢，虽然我们跟时间赛跑，也要尽量稳住脚步啊，这样子呢，操控才不会乱了阵脚。我们一样和正常的节奏，先把红蓝拿了。 尤其是蓝 buff， 然后找机会呢，附近有人打就打掉。可是颯枷有个空窗期，就是我们到皂角冷却期间呢，就很难做事情。大家可以看看目前的热门打野角，像是林地啊、兰朵啊、克里纳、卡尔斯、纳克罗斯，基本上他们大招冷却是很快的，随时可以做事情。我们只要大招冷却中呢，就打不赢很多英雄。上路在打架，这边我们很难去支援了。中路没队友要帮忙守兵线。 防御塔能不掉就不掉，塔在的话呢，我们守塔胜算比较大一点。尝试从后面去包抄这个勇，奎伦在后面露头，他抓我们残血队友，最后不小心把自己送掉了，看来是反打的机会。而技能3技能冲前区，敌方勇加入过瞬移，直接把他抬走，先喘口气哦。这边射手不在呢，无法推塔。 那这时候我们没大招，无法做什么事情。这个魔龙呢就不要想了，待会遇到奎伦就麻烦。奎伦应该是在吃蓝。敌方迪拉克比较谨慎，第一波的时候呢我们有帮了下面主卡一波，但看来呢他好像还是打不太赢。待会有机会呢我们再去帮他。那自己们大招40多秒冷却，非常的长，这也是我们的空窗期。哦，阿拉竟然没死呢，挺难的。 那先把蓝拿下来，遇到一个小青，他从下路跑到了中路，主卡满血对上奎伦，我们没办法同时带3条线呢，尽量先帮中跟上。上路看起来呢也是被压制住了，目前。OK， 主卡被围殴中，我们的大招还没转好，奎伦就在旁边呢。那看到阿莱之后呢，奎伦先绕跑了。 我们看有没有机会碰到他。下塔正在被推中，小心有看到我们，可能奎伦在附近哦。那这边阿莱绑到，我们帮忙补点伤害，成功带走。奎伦露头，是他影子露头才对。主卡看来非常的害怕。 奎伦一靠近呢，他马上就逃命了。我们是2打1的，应该是不会输。看来奎伦呢是给敌方给我们队友造成一些阴影。这场呢，我们来帮下路的时候，上路就爆炸了；我们帮中跟上的时候呢，下路就爆炸，有点难搞。这是我们最怕的事情哦，防御塔掉光。防御塔掉了之后呢，奎伦会更好滚雪球。 上路敌方挺嚣张的，推很深，追过去，差一点没能收到迪拉克。特有补一件，但这个位置相当差哦，会直接被傀儡包围。注意后面傀儡过来，果然过来了。特受惊的敌方家里面被带走，我大招没转好，这里掉了一个头。我们刚刚那边问题呢，就是我们位置太差了，有控制英雄的前排呢都往前冲了，剩下我跟特在后面。这状况呢要尽量避免的。 敌方勇呢？我们看到他在这补他一套连招，带走，先拉开，小心也给他支援。这里我们状态不是很好，大也还没转好。大还没转好的时候呢，可以试看用一二连招，连招命中呢会降低大招冷却2秒，对小兵野怪呢则是1秒。这边有机会哦，二技能直接命中呢击杀率很高，二技能本身就有缓速。 还住之后呢，大招触碰的话会额外的伤害。赛在这个体验服的改强啊，增加了伤害，我觉得呢还算可以，应该有增加10到15%的整体输出。但它的问题呢是冷却时间稍微长了点，再来呢就是没有续战力。官方的改强赛加的话呢，可能可以稍微的降低它大招冷却，不然呢就是稍微的帮被动加一点回血哦。 一点就好了，不用太多。目前来说呢，我觉得他不太缺伤害啊。如果被动技能全都滑中的话呢，还是可以收掉脆皮的。只不过呢，滑完一次之后就是一个空窗期。还有呢，就是大招很容易被断了。滑的过程中呢，不管被晕眩、被击飞还是什么，就会断掉。断掉的话呢，我们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。如果你是敌对呢，你的敌对有一个颯枷的话，只要把控制技能留给他。 尤其在大招滑的时候控住他呢，很大的机会颯枷会空掉。这一点呢，也是他跟王者的上官婉儿不一样的地方哦。婉儿呢没有那么容易被断大招。从我们上一部婉儿影片呢可以看到，我们滑的过程呢被打磨，被小心推到墙壁里面，我们大招是还在的，不会断。而颯枷的话呢，不用说小心的大招哦，稍微的被迪拉克推一推呢，大招就会断掉。 大招太容易断呢，也是一个致命伤。这游戏时间进入中后期，找傀儡在吃，可惜呢我们被动没有命中他，所以伤害不够。至少把他赶走。游戏时间进入后期，我们冷却越来越快。那中路我们阿莱被傀儡追杀，赶紧过去补伤害哦。第3段大招。 撞到傀儡把他抬走，一并还有敌方2只射手。这边呢我们有点尴尬哦，不管是祖凯还是特安纳斯呢，他们只要分推就会被秒杀，这样子我们很难带兵线。我自己本身呢没大招的话也不好分推，这样子呢我们获胜的条件剩下团战打赢。 可能要打赢团战呢，一波推到底啊！要分推的话呢，队友只会一直死。我们尽量靠近队友附近。OK， 果然，主卡瞬间被秒掉。从后面去抓一只。OK， 2只都秒了。敌方闪人之输出，3连杀。小地图看到小青，再一套连招普攻，直接秒杀4连。就等大招转好，1、3、3、3。 5连绝嗣，你看1、2普攻呢，直接秒掉小青啊！看来他伤害呢是不太缺的，这在台服还没改强的情况下，官方有诚意要改动他呢，我觉得稍微让大招比较没那么容易断，不要被迪拉克推一推就断掉，不然呢就是帮他加个回血的机制，会稍微好一点。 扣队友来吃个凯撒，我们需要凯撒来推塔。像我们的主卡跟特尔呢，不管谁分推，都被傀儡秒杀。天空巨龙至少呢没那么容易被秒杀掉哦。放在下路，我们去推中，至少2路一起。你这边准备进场，敌方都聚在一起啊。后面有个窄口。 迪拉克这边打算准备冲进去 ，OK， 先送了奎伦，机会来了，准备冲，结果呢才冲第1次，我们的大招就被断掉了。这边我估计呢，有可能是被狄拉克或者勇的晕眩，不然呢就是我们的一技能被狄拉克的大招吃掉了，让我们没东西花。那我玩这个英雄呢，已经玩过好几百场了，其中呢有被很多东西断过大招，包括吕布的击飞。我们冲到一半呢，被吕布第三段击飞起来，就直接没有大招了。 那敌方可能复活过再秒掉。那这边远离敌方狄拉克的大招，再冲进场，成功飞起来，秒两只。看这波能不能推进去？特呢在退中，这也是特这场做的好事情。等大招转好，先进去处理掉这一只。 OK， 硬点掉这个高地塔。那之后呢，无限循环了好多次了，这队友呢一直都不停被杀，让我们退兵退得相当的艰苦。稍微蹲一蹲，这波蹲到比较多人冲进场，敌方应该有2、3只残血的、哦。用个你双宝珠躲敌方小青大招。OK， 总算有一波多打少的机会。 能把防守赶走，这有可能会倒下、哦，但队友4个都还在，应该没问题。结果竟然阿莱倒了，我还有点害怕，特很有可能被奎伦再秒杀、哦。希望特能够撑住。哦，最后成功吹敌方主宝，结束这场游戏。这场赢得挺艰苦的，这是努力的成果。之后呢，颯枷即将到海服改枪。 台服官网呢已经出现了资讯了。目前在台服呢基本上是没人选也没人 ban， 改枪之后呢应该会增加一些他的出场率。那最后呢我是尚恩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